第三局跟这一局哦，完全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节奏跟控球。带起来哦，带起来哦，过大墙！哇，这个球被邓志伟逮到了。这是小邓在这个赛季的第十发的全垒打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你怕的就是一个太甜的石头球被强打者给逮到，那这就是诠释了在球场上这种投打的对决。对于投手来说，你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的中心打线重炮轰击。对，主要这一颗是变速球，你可以看到邓志伟的一个打击的 power， 真的，这带出去，张志豪完全没有机会。变化球打成了一个左半边的飞球。由庸基接，最被信任的还是陈庸基。哇，那个经验值、那个判断值、那个速度都呈现出来的精彩的接飞球，结束了这个半局的攻势。四局打完，中信还是0-1落后。出手中间方向安打，这个安打球要冲本垒，球回传接到 tag， 哇，真准触杀出局，罗国龙，这是一个花的 play， 他传的真准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犹豫，在二垒上的陈家驹获得了受益，直接冲本垒，但是罗国龙的精准雷射尖阻杀掉了陈家驹在本垒之前，结束了中信在第五局的攻势，五局打完，中信还是0-1落后。没有。